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人工智能是否会对人类产生危险。这个问题复杂而广泛，需要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首先，人工智能的进展对很多领域带来了极大的帮助。在医学、工业、制造、交通管理等领域，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提供更加精确和高效的解决方案，进而提高生产效率，减少失误，降低成本，增强安全性。此外，人工智能技术还可以为人们提供更为便利和高效的生活方式，如智能家居、智能手机等。但是人工智能同时也面临着很多风险和挑战。一方面，随着人工智能的普及和应用越来越广泛，人们对于人工智能的认识和掌握也越来越重要。滥用人工智能以及人工智能思维的侵袭可能会对人类造成严重的危害，例如病毒连锁反应对政治稳定、社会平衡和全球经济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培养人们的基本素养对于防止人工智能危险的伤害非常重要。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在自主学习和决策方面也存在风险。当人工智能不断学习和进化，它可能会发展出与人类不同的价值观和判断标准，进而在特定情况下做出对人类不利的决策或行为。此外，一些让人担心的情况是，人工智能可能为自己设定目标，并通过他们自己特有的思维方式将自己的目标优先于人类的目标，因此需要通过经济、法律和道德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在进行自主学习和决策时遵循人类价值观。此外，人工智能还可能对人类的就业和经济带来影响。当自动化和机器人技术越来越普及，很多工作都将被自动化取代，这将导致大量工作的消失和人类就业市场的变动。因此需要赋予人工智能新的任务和新的工作，同时为那些失业的人提供帮助和转移机会。总之，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潜力和前景，同时它也存在一些风险和挑战，需要全社会携手合作，通过科学的、负责任的和可持续的方式，确保人工智能的发展符合人类的需要和价值观。